北冥有声，欢迎收听由阅文听书出品，北冥有声录制的《我有一座恐怖屋》。178集，成功唤醒了沉睡中的门男主人格。陈哥想要知道更多陈医生的消息，从而打起了亲情牌。就在陈哥说出家人两字后，男孩似乎被触动了，他移开了空洞的眼眶。这个陈医生长相平凡，但有一双特别的眼眸，和你有些相像，都是我极度讨厌的类型。没了？陈哥有些无语，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。连通两个世界的那扇门，我要怎么做才能把它彻底关上？很简单，把一个活人关进门内，让他帮你守住门口就行了。这算什么方法？陈哥还想问一下门出现的原因，可是男孩眨眼功夫就跑了出来。陈哥怀疑门男的主人格对自己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担心门男的主人格和张雅打起来，陈哥赶紧追了过去。离开房间，陈哥发现男孩并没有走远，这孩子眉头紧紧皱在一起，漆黑的眼眶注视前方。老院长身上的红衣掉了色，他已经不成人形，缺失的身体被张雅的黑发包裹，几秒钟后就消失不见了。把这个老人剩下的身体给我，我放你们离开。手指划过鲜红如血的嘴唇，张雅根本没把男孩的话放在心上，他一脚踩在院长的半截残躯上，双眼盯着男孩，那目光就好像是看见了新的食材一样。眼看着气氛越来越紧张，赶紧跑到走廊中央劝起来。冷静，都是自己人，千万别误伤。被两个红衣厉鬼夹在中间，他后背湿透了。厉鬼厮杀，活人拼着命跑出来劝架，这场景连他自己都觉得诡异。好在有了陈哥的阻挠，男孩和张雅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动手。事实上，这是男孩单方面做出了让步。他苏醒之后，第三冰洞内的血丝源源不断进入他的身体，越往后拖，他的实力就会越强。那老家伙的身体我也可以不要，但是他的头必须给我。话音刚落，地面和墙皮上浮现出细密的血丝，缠绕上了老人的头颅。原本瘫在地上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的老人突然睁大双眼挣扎起来，可惜他的身体被张牙踩在脚下，想动都没法动。血丝勒入老人脖梗，将其包裹住。接下来的画面有些残忍，楼廊里响起了老人的惨叫，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血丝托举着老人的头颅，将其送到男孩身边。陈哥见此一幕，也忍不住好奇起来。这老人以前犯过什么错？在门刚打开的时候，老人曾用病人做过试验。男孩漆黑的眼眶看向手中的头颅。他逼着病人进入门内，其中就包括我的母亲。他是一个非常虚伪自私的人，我陷入沉睡也是他和几个病人搞的把戏。他和几个病人？门内还有其他人？我答应了陈医生，进入门后就一直守在这里，直到4年前门被人从外面打开。见男孩准备讲述起了4年前门内发生的事情，
陈哥立马打起了精神。老人患有癌症，自知活不了多久，他为了延续生命，就想进入门后的世界。不过他胆子很小，所以就和多年前一样，先将几个病人送入门中。由于第三病栋是封闭病区，那几个病人也没什么背景，整个过程很隐秘。在试探了一个星期，确定没有危险后，院长才和那几个病人一起进入门后。等关上门后，这里就变成了我的世界。整个第三病栋内部没有任何可以威胁到我的东西，我并没有伤害他们，只是想为平静的生活找些乐趣。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人为了离开，竟然将第三病栋外面的怪物放了进来。他们之中更有人被怪物侵占了身体。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外，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。他们设局将我囚禁在了电疗室里，让生命无多的院长留下来看守，其他几个携带着恐惧和邪念逃了出去。听完男孩的话，陈哥轻轻点头。我在门外的世界见过几个第三病栋的病人，他们被一种瘦长的怪物占据，老人说那东西是人类欲望的体现。没错，那就是门内世界的怪物，不过他们只是最低级的。男孩的话让陈哥心惊，瘦长怪物竟然属于最低级的，原本他以为禁鬼才是最低等的。四年前共有七个病人进入门内，其中有四个被低级的怪物侵占，剩下的三个我也看不透。你能进入门后，显然是和他们发生过冲突，剩下的几个人很可能会去找你的麻烦。你还记得那三个最危险的家伙长什么样吗？一个很美的女人，一个毁容的男人，还有一个叫做吴飞。设局阴我的就是这个吴飞。似乎是害怕陈哥大意，男孩又补充了一句，吴飞还不是里面最难对付的，你最需要小心的是那个毁容脸，他非常的危险。我知道了，多谢提醒。不用谢我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麻烦你。男孩观察了陈哥许久，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。我只是一道人格意念，以门后的第三病栋为躯体，因为在这里停留了太久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和第三病栋已经融为了一体，外人无法真正的杀死我，只能让我变得虚弱，陷入沉睡。他们杀不死我，但是却可以通过我的副人格对我产生影响，甚至有可能间接操控我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在必要的时候保护一下我的副人格。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亲人，朋友也只有他一个。没问题，我和你的副人格也是朋友，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希望你能信守承诺吧。男孩抱着老人的头，带着陈哥来到一楼三号病房。在这个世界停留的久了，身心会受到严重影响，充满自我毁灭的情绪。如果不及时把这些负面情绪宣泄出去，慢慢的，你也会变成一个疯子。他推开三号病房的门，将老人头颅放在病床旁边。我送你们离开吧，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，可以到午夜零点在门的那边等我，我会把门打开一分钟的时间。